紧张，真的紧张。先画谁呀？画他。哈哈哈别给我画那么搞笑。搞笑一点好，再。对，我这里就是以搞笑为主的。漂亮的，漂亮的搞笑。你得画出你的特色。笑开。笑开牙就爆了。就要那个。就要那个。你看你看他的。必须要把牙齿做出来，我这里是画牙的。画牙专业户哈。看这里。对。别看了啊。你的睫毛还是蛮长的，睫毛是假的，假的，给我画的长一点没事。我就说了一个优点，你还搞个假的，哦天，你太可爱了啊！眉毛的话是眉毛是真的吧？眉毛描的，眉毛是描的。再想一点优点。你的性格就很优点，你的这种感觉，很美，很美。好看，还有酒窝是吧？一点点酒窝有啊，没了。有酒窝的，有酒窝的。我等我瘦了，它就出现了。那个好看，那个小胖小肥龙。哎呦，看我咋了？你得给我画多胖呀？不胖的，不胖的。哎、你的脸就是有一点稍微圆一点，但不胖的啊。你不属于那种肥胖的。不要看，一看那就没有那个是吧？没意思，没有神秘的感觉了。一会儿我会让你们看的啊。好的。表演你。后边头发我看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来到你了，你放松，不要偷看啊、哦。来，往前坐一点点。准备好了吧？好了。来，你开心一点。你很像一个明星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杰克大那个。看这。李大嘴，弄死你。反正也像一个明星。去明星弄着，我还想谁了。我不敢说，怕你打我。哦，回了。明白了。别说了。我的幅度比较大，我感觉还好。睫毛我都会给你们画的长长的啊。不行，他的必须得比我的短一点。他没有你的长。那就行。我眼比他眼大，现在睫毛又短了一点点。明明是我的眼大。我在努力瞪大眼睛，画这刘海。啊，你知道我在画刘海，能感觉出来是吧？嗯。再开心一点，毕竟我比较聪明嘛。对。啦啦啦啦，你的脸比较修长，修长一点，比较小，没有圆脸好看。你闭嘴。啦啦啦，这个圈里的人不会是你画的你自己吧？你咋知道啊？你咋知道啊？能看出来是吧？我戴着口罩你也能看出来，眼睛能看出来是吧？有点像是吧？我都是圈内的人。穿的是个西服。后边头发看一下，那你俩头发今天都商量的都是这样来的，扎的这么低。今天几号？今天几号？4月28号，2022年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又写个4月28号。好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吧？好了。来，给你们看你们的样子啊！三二一。这哪个是我呀？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。我的牙越长越短。